新东里辖内小太阳幼儿园、新泰国小、新东国中、新国高中是唯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系列教育学程完备的里行政区，尤其每一所学校都很优质，为家长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14日，新泰国小二年级学生特地到新东里活动中心户外教学，里长吴素香、社区发展协会志工热情欢迎，亲自为小朋友解说里行政区的结构，上了一堂公民课，让小朋友进一步认识居住的乡里。卢素香觉得开心。2019年1月15日下午5点18分分享于 Facebook。新东里辖内小太阳幼儿园、新泰国小、新东国中、新国高中是唯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系列教育学程完备的里行政区，尤其每一所学校都很优质，为家长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14日，新泰国小二年级学生特地到新东里活动中心户外教学，里长吴素香、社区发展协会志工热情欢迎，亲自为小朋友解说里行政区的结构，上了一堂公民课，让小朋友进一步认识居住的乡里。卢素香觉得开心。2019年1月15日下午5点18分分享于 Facebook。新东里辖内小太阳幼儿园、新泰国小、新东国中、新国高中是唯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系列教育学程完备的里行政区，尤其每一所学校都很优质，为家长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14日，新泰国小二年级学生特地到新东里活动中心户外教学，里长吴素香、社区发展协会志工热情欢迎，亲自为小朋友解说里行政区的结构，上了一堂公民课，让小朋友进一步认识居住的乡里。